先试，然后再录。来来来，开。好，可以。好。开关起来。变红灯。这边主机会变红灯。主机会变红灯。你看有没有？现在蓝灯嘛，对不对？所以我觉得。好，再开。那主机会叫吗？它不会叫。主机不会叫。但是它会告诉你说，别人在看电视，你就可以看到说，哦，有警报，就是有紧急的事情，它会叫。OK， 好。它会闪红灯。哦，它是即时的。